闹墙是任何的小朋友。不管比客家讲古比赛如来了，看了到小朋友发拍的表现，还有神奇的故事，了到精彩的节目，第二礼拜七月初七早上头七点，到七月初八早上头十点半，会记得收看哦。看总得去，该天公出来去两盏街嘛，强人下好嘞，莫想。